OK OK，等等等搅等等。好之后要烤箱，你等下煎，我在烤箱对烤。对对对对。结果结果，哇哦！然后一样，面粉、鸡蛋、巧克力。面粉现在是不是拿不起来？哦，可以了。然后我要它转，要转。要按。对。左边哦，那个啊，巧克力哦。巧克力。你帮我拿，等下，我这个先出。好。上。左边我塞巧克力哦。对对对，左边塞巧克力，右边也要巧克力。喜欢这在哪里？右上。右边要巧克力，右边要。哎，那个好了，左边那个好了，对哦，右边要巧克力哦，好了，放了，好，面粉跟鸡蛋，再来只要面粉跟鸡蛋，鸡蛋好，鸡蛋我拿了，面粉需要，面粉要传送带调一下，这个是要烤是不是？好，这边先准备上菜，面粉放了，烤的漂亮，感谢，拿起来放，巧克力很多了，哇，巧克力真的好多，这也是要烤的，哎。你放着，来，我说上菜我来，那这两个都放过去。再来是面粉跟鸡蛋，有在做面粉、鸡蛋跟蜂蜜。这个，右边放蜂蜜。蜂蜜好来了。鸡蛋这就不要放了，左边的不要放了，左边不要放了。左边是已经有了。面粉跟鸡蛋都要放啊。有面粉跟鸡蛋都要补哦。好好。面粉少一个啊，左边是要巧克力。巧克力切好了，这边切好了。都放了，别，没事。这个是要烤的，那个是要进烤箱啊，那个要烤箱上面的，对，然后面，呀，这两单过了就过了，上面的先送。没事啊，过啦，980有过吧？有啊。在哪？980，我们过了，哼，不讲话，妈妈，哼，开始乱丢，蜂蜜打过，有被蜂蜜打过，因为蜂蜜打过，被蜂蜜打好像很黏呢，不要阻止我，还想做吗？想做，哎呦，可以，不愧是方形的，有没有？方方正正，还有外星的妈妈，外星人都来了，嗯呢。反正也变强了，我以为你叫我欸，腿瘸了，你就腿瘸了变强了，对啊，手有力了，手有力了，力量集中在手身上了，嗯，烘焙王是这样子，太阳真的不容易，是什么？天空的地方哦，我真的很讨厌烤的，又一堆烤，它要移动啊，我跟你说，那些。背料的地方会转圈圈，不是转圈圈啊，会绕着，会绕着外围走。转好，好，就这样。580而已，不是，是那个摇杆要控制那个我们的背料，所以你要拿个东西要转一个位置，懂了哈？好，就像有时间到手了，哇，这个好难啊！生菜啊，生菜就是这边，右边，生菜拿生菜。我拿面包，我拿到生菜了。好。然后哇牛排哇塞，快点生菜，生菜跟那个番茄，上面切好了一个牛排，拿两份，先拿两个牛，好，好，这个菜拿走，菜，你中间有一个可以切的，身上东西，等一下，要还要鸡肉，牛要煎牛，先都把牛拿去煎，先切牛都拿去煎。always 要煎牛，汉堡拿出来摆，汉堡可以先放，对，汉堡可以摆，来。鸡肉，哪个鸡肉？起司，起司切了好。起司放上面的好，对对，不会弄就这样子弄。这里肉都好了。好，盘子呢？盘子在这。嘿，番茄的是第二的。对不起。我拿着手的东西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有第一单有，好，第二单也有。那再来嘞。我觉得这可能大家自己来鸡肉跟香肠，切着切好，香肠也切好，还有面团，它要那个送披萨，是烤的，对，所以它是要面团放面团上面，面团要怎么处理？面团要怎么处理啊？切，面它切，面团要切，好切，好你切，然后桌上哦，放着，你弄香肠，鸡肉的我来，谁用香肠？妈妈，香肠在这里。
香肠，对对对，皮没有切好，好 ，OK。你处理一下，番茄，番茄，番茄，其实拿不到。等下呢？哎，抽边，抽边，抽边。那边两包番茄，番茄，帮我切一个番茄，放着就好。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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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。好，接过，接过，再拿一颗。啊，盘子来了。哎，第三单也是面，也是要面粉哦。嗯，面皮是不是？嗯，盘子在，哎，这个上面都，这个要倒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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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掉就可以了。我先帮你拿。哎，帮我，你我这个先拿下来。你要赶快先上菜，先送菜，送菜。我刚刚要烤，赶快，你刚刚那个就赶快上。对对对对对。拿就少了一点。大面皮，面皮那个好了。这里有这个。你面皮到了，喂，那个牛，第一单已经辣了，辣定了。上面，对对对，我拿。烤箱是要披萨 ，OK。对，牛帮忙烤一下哦。牛，来。番茄起司。这一单辣掉了，那就可以加。妈妈放着，妈妈放着，鸡肉，那加鸡肉就可以了。对对对那加鸡肉就可以。哇，控制一下。可以，老鼠结果。哎，那个牛，哦啊，没关系，鸡肉，你 OK， 第二单那个披萨妈妈有在弄哈，有在弄，这个，你有进烤箱吗？你还没进烤箱，啊，鸡肉还没切啊，有了，汉堡，番茄、生菜，那个牛肉又需要吗？生菜，我来了，生菜好了，番茄，牛肉帮忙切一下，好，我切。哦，别，好，啊，没有，我难过。妈妈，我做第二单哦，你看可不可以做第一单？有，其实我差这个，其实，好，就其实左上角有一个，右上。啊，真的？哼，面粉，这个，好，没事，起司，哦，对，好，这个，你在做第二单吗？我在做汉堡，右下角，上五八有了，我们五八有吗？混沌之中有，耶，刚好，刚好，超极限的，而且我们在过程当中很默契的各自做各自的单，这个太复杂了，这不能就是一个上菜员，对，觉得有点烧脑了。你们切得很好，很棒，哇，66，哇，真是刚刚好哎，我的天！